你还会拉小提琴啊？你所有的歌我都会拉。那我想听一听。行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一会儿再告诉你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学校听到有人在拉这首曲子，不会就是你吧？你听到了？没想到你拉得这么好啊。其实那天我见到你了。我在车里，你在车外。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你笑什么？我在你脸上看到一些东西。脏东西吗？哦，眼屎。哦，我逗你的，你还真信啊？我不信，看你这么开心，我愿意配合你。学姐，你该履行答应我的条件了。什么条件啊？去接受治疗吧。可是我会害怕。学姐，如果没有发生这次意外，你到了30岁，到了40岁，嗓音还会和现在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那到时候你就不唱歌了吗？我会一直唱下去的。你的声音特质，也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。但是你的实力不会变弱，技巧也会越来越强。我相信，改变的不过是另一种嗓音，另外一种唱法，对吗？你觉得我可以吗？
我还有好多歌想听你唱的。